哎、欸，我再强调一次，我真的第一次看见上海，我根本没去过上海啊，我都在四川，其实我都在四川内陆了，然后去那个一些桂林呐、啊，一些旅游胜地去，大部分都在四川啦。那主要是啊，一些学习啊，还有一些理论的一些解释，还有一些我自己的做，自己的实行啊，自己的去做。等我、啊、这个我自己做完了，做到了，然后解释也解释通了，社会主义啊，共产主义啊，然后对全部的一个局势啊，也了解的还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一个联合国的一个理事国啊，或是整个历史的一个通盘呐、啊，大概人家才放给我看，我们后面最强大的武器啊，上海嘛，我真的没看过嘛，我以前我没去过上海的嘛，你看对不对？不是你，我也是头壳有点吓一跳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地位是差不多平等的了，最主要是把这个政策啊解释出来，做出来。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啊，解释出来、做出来，最后还没事，是不是还很好，对不对？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嘛，对不对？只会越来越好。就这一点做到了，人家就把一些资讯给你看了，对不对？上海资讯给你看，对不对？一个最先进的地方给你看，对不对？最大的大炮给你看，这个跟国防没有关系啊，这关系到什么？我们人的那个生活的水平了啦。你看上海的生活水平，对不对？住那种楼房，你这穿的会差吗？说比我都好100倍了，对不对？真正是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啊，才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嘛，对不对？人家管你大炮多少，对不对？火箭多少，太空站，其实都不是很相关。最重要相关是生活的，跟我们生活的品质到底是有多好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一个世界的第二强国啊，他盖那种101大楼啊，盖个70几栋啊，会奇怪吗？真的一点也不奇怪。只有我们小岛很奇怪，盖一栋就很奇怪，对吧？你说美国纽约啊，也不是整片的啊，对不对？就上海，哎，这都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主要是第一个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都不管了，反正就是。啊，就这样，差不多，好累，睡。主要是我看，对啊，你不能看人家这个城市跟纽约一样先进，你就说人家是魔鬼，对不对？